艺人尴尬时刻，最不想被认出的时候。哦，吃火锅啃玉米，啃到一半，然后传旁边的小姐，然后干嘛？然后说你是爱心眼吗？啊，那个厕所打开，哇，锁坏了，我就这样蹲着，让我一个手挡着这个门，就突然有一个人很大的力气这样撞门进来，啪，瞬间把它剪断。然后我出去之后，他看到，哎 ，match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